6月22号早上，9:15，现在我们的摄影师正在开车，所以我暂时的替代了摄影师的工作，去接一下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东南，我们的男神东南先生，应该离他家没多远了吧？天气真不错呀，隔着窗户能看到一点点。有点太晴了哈，晴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云了，看着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么专业！哈哈哈。我在哪儿去？把我家暴露了。睡醒了吗？睡醒了，没吃饭。你俩吃了吗？请你吃，说吧，吃啥？我请客。真假的？我刚说我请客，你又请。把这个放里头，放里头。在哪？把这个放在最里头吧。你坐后边啊。啊。你坐前边。我坐前面干啥呀？你腿长。不是你俩男的坐前面唠嗑呗？我想那个工作一会儿再后边。行吧，那我坐前面。别唠嗑，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。我气得都喷了都。新双喜，就这样吧。就这个。人呢？哎呦妈呀！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吧？不知道啊，是这儿吧？是这儿吗？带着网红来喝网红咖啡店，怎么是网红咖啡店？东南来打卡之后就是网红咖啡店，这超好吃。咖啡还没好卖，真的。我的天，蛋白糖，全是奶油啊，蛋白油腻了，蛋白就不是糖，蛋白是啊，啥啊，不是，哎呀妈呀，啥这字儿这么吃啊，啥玩意儿，健身白练手指空糖都破变了，哦，全是糖，甜到爆啊，甜到甜到爆炸了，还想死这长得很好看吗？这个长得好看，咱那人觉得是长得好看吗？哎呦，好看，好看吗？真是个和稀泥了，好看，好看，看我一眼，好看，和稀泥了。它长得就很有艺术感，像雕塑啊。这明明就是啪往那一甩，甩成啥样就做成啥样，怎么成艺术感？这个店叫大子。这是我俩的，这是你的，哪个是我的？是你的。那家咖啡还是好喝，你尝一口。我这不是有吗？对，你尝一口吧，你尝你。这不一样的吗？我让你尝尝好不好喝吗？啊，我说这个口，我以为让我喝你的，尝一口。来吧，干一个咖啡来。黑白配，咱俩为这趟旅行干杯！哎呀，怎么我刚要喝又要干杯？有点傻了。这气质比天猫更美，是吗？天猫上月气质比较更美，是吗？这个看着是真不错，是吧？对呀。来，干面。干一个。干。我们刚才上厕所，然后我把车开走了，刚刚现在出来找不见我们。希望一会儿他不急，他好像看见咱们了。他看见咱们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有没有害怕？没有啊，我本来去反方向找你们去了。那边有个白人大叔跟我指着你俩，说你俩在这儿。大叔怎么发现咱们认识的？
挥手，是吗？啊，然后指着。所以咱马上要到了，是吧？对。太好了。高呢？这叫什么来着？风城是吗？哇、哦，你看这些树是不是图腾崇拜啊？他们是男性崇拜还是怎么 ？Why？ 为什么？真是，这是土地咱们1.2公里右转，2公里。这干到水泥厂来了，这是。师哥咋在这个地方买房？妈呀，想不开呀、啊，这是。哇，这边还挺美的，哎，你俩看看左边、哎，这风景真不错。有点像，哦，咱们现在是上山了。对，这个房子是在山上。你别说，他还挺有品位的哈，买山上的房子。这才短短的30秒，就从没品位想不开，变成了有品位。我的天哪 ，YouTuber 都这么那个精神分裂吗？不是 YouTuber 都这么精神分裂吗？是东南这么精神分裂是吧？哎呀，叨叨，你别说，好歹你没开你的法拉利来，这都进不来呀，这是得 SUV 才能进来。你别说。过生日那天，东南送我那辆法拉利，到现在我还没舍得开呢。是吧？我在乐高给你买的吗？排半天队，我还以为我做梦呢，原来还真给我买了。就这儿办是吧？对对对。哇哦，这也是 not bad 啊。所以这个是连着的车库。哇哦， pretty nice。你猜师哥知道咱们偷偷来他家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知道啥呀？等你看到这期节目，千万别震惊。来吧，上师哥家看一看。密码是？还有密码呢？2354。哦，不对，剪了，有缝了吗？有缝了吗？没有，他说的是房号，没事。完了，开不开门？咱们进不去。叨叨整错了。查案。哦。你看这是。还是叨叨聪明啊。哇哦，拖鞋来，拖鞋吧，还是这是咱自己家啊。来来来，车先中外门，咱先看。哇哦，哇，这山景。哇哦 ，It's pretty nice。哇哦，这可以烤肉了。是，那必须得买烤肉了。必须得烤肉了，绝对得烤肉。这不烤肉，哎呦妈呀，这风真大。哎呦，这个好哎，叨叨，这个真好。这下面是师哥家的地吗？这下面我不知道是谁家的地，反正下面有点地。但是这梯田绝对是他家的。他家后院是吧？啊，这边是 Kelowna 的市区吗？还是怎么的？他是靠近郊区了吧？哦、咱们刚开过来还挺久的，从城市、哦。但我估计也是城市范围内。嗯。哟，这真不错。这个明天早上咱们再来看看，这会儿有点背阳，我估计早上特别美。这啥地方？这晚上得抢房间了。这个、不用抢，哎呀，你俩好意思跟我抢吗？不用抢，就大给你。这啥意思？这就是一卫生间，这是 laundry room 客。你就住这儿啊，晚上？来了来了，不是你说抢房间，你密集恐惧症。拿上我们最重要的，还系上安全带的东西。妈呀，话筒都掉了，就靠它了，我们。太好了，拿客厅吧，来。OK， 来看看卧室。东南说别跟他抢这个卧室，这不是吗？咱仨一人一个，一二三，三个房间挨着、嗯。他这是三个卧室，对吧？两个卫生间，这一层有地下室吗？这是拍咱仨自己的吗？已经 ready 了。自己出来带设备拍自己哈。我把它调平，然后咱就可以录。那就，我住这一层吧。这边我们要不住一层？你想住哪住哪？你想住哪住哪？刀哥，不是，我看房间全一样。你第一条，你第二条，我最后条。五个房间，房间全一样。五个房间。嗯，这么多房间。我房间一模一样。
好好一个美女还得拎个大三脚架，妈呀，真是，你说你这一身跟这个三脚架哪儿配了，你干这不像干苦力的。本来好多人想当 YouTuber， 看完这期以后全部打消了念头。我来拿吧，一看刀刀妈照亮了啊，别倒了啊，已经固定好了。哇，他这个是要自己吃的啊，让大厨给你切一切，这不一定切得